今天呢，来到里海的核心地段，给大家拍一套，豪华的房子啊。这套房子占地非常大，如果您要占地大的话，我觉得这套房子完全能够满足您的需求以及你的一切的想象。我们看这套也是套准金房，非常新的一个房子，看一下小区的环境。这个小区呢，都是一套套大占地的独立屋了，房子跟房子之间有一定的间距，然后呢，它呢占地是够大的。当然呢，价格呢也会上去，也会比较贵一点，因为它的占地大嘛。这套房子是2019年建，它的占地有0.37个英亩，非常大的一个院子。然后它室内是3个车的车库 ，driveway 呢也可以再停3辆，可以共停6辆车。马路边也是可以停车。室内的面积呢也是够的，它是一个1层楼的美式风格的房子加一个地下室。一层楼加地下室的构造，那室内面积有4500尺，地下室也完工了，完工一共是5房3.5卫，5房3.5卫。那现在网上的售价是99万9千，原来是105万，已经降了6000了，降了6000了。然后去年这么大的年地税啊，在我们犹他州，所以养房是非常能够养得起的，是比较便宜的。去年年地税是4400美金，每个月物业才22块钱。我们进去看一下吧。我为什么比较推荐这套房子呢？它的主要是它的院子是很大的。我知道很多的朋友买房很喜欢买就是大院子哦，有非常大的院子，特别是家里有孩子多的话，可以在院子里奔跑啊、嬉戏啊，而且还可以种菜啊、种花啊，都是可以满足一切的需求。门前的这样一个草坪也打理得非常的漂亮。然后我们看到这个尖顶啊，这个尖顶是假的一个窗。它是这种构造，它呢其实是一个1层楼的房子，进去看一下吧。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 porch， 看一下这套户型是您喜欢的吗？它是一套非常简约的一个户型，一进来非常宽的这样一个走道，然后这里啊，一进来右手边是一个会客厅，或者说可以作为一个 office 使用。这套房子给我的感觉就是比较大气了，因为它的客厅大，它的平铺面够大。右手边这里是1楼半个卫生间的位置，这扇门呢就是进来的衣帽间，挂冬天的大衣。然后这里楼梯下的呢是去地下室的，这里是非常宽敞的一个 family room， 客厅啊、餐厅啊、厨房。我们先去左手边看一下，左手边这是车库，等一下，这里呢就是室内3个车的车库，看一下这边啊，哇，它其实不对嘞，它是4个车，什么？不是4个，1、2、3、4、5、6，6个车的车库啊，朋友们，6个车的车库，哎呦 ，look at the garage， it's huge， 这一头你看有多深呀？你可以这边有停。停4辆，或者说停那个小床啊，都是可以停的，厉害了。这扇门可以去到后院，然后这边的狗狗的这个门也做好了。You guess what's this door for? It's a dog door. 哎 ，good. Oh, cat. 哎呦，给大家看一下这边哦，这个院子这里种的向日葵的树，我们等会看一下这些植物吧。这个院子是不是你满意吗？0.37英亩的一个大占地，以及这么大一个院子，你满意吗？够大了吧，朋友们。如果不够大的话，可以给你找更大的，0.5英亩的、1英亩的，只要米够啊，绝对能找到你的房，你要的房子。I don't know。好，这是房子背面，我们进去看一下，对吧？米够，什么都能买到。哎呦，我操！好，这家人的人口还是挺多的，5辆自行车，5个人口，5口人。这样的房子的话，就要惹家里人多，至少5个人住，至少也要4个有点感觉空空荡荡的。来，进来。啊，车库一进来，左手边这是1楼的洗衣房的位置，非常不错啊。他就做了很多的升级，这套房子柜子上下柜的放很多东西。洗手池可以洗一些简单的小东西，
这里洗衣机烘干机平铺放，上面有架子。这里呢是升级的衣帽间、衣柜。这是个餐厅，客厅。客厅看一下啊，壁炉。然后旁边看一下，哎呦，主卧在这头。大的衣帽间，哇塞，干湿分离哦，衣帽间这是完全一个不在卫生间的衣帽间，大大的主卧很漂亮了。嗯，看一下主卧的卫生间，卫生间也不错哎，有窗，独立的一个浴缸，双台盆，里面呢有一个非常深的一个淋浴房啊。这个墙面跟地面的瓷砖都做得很漂亮的，花洒，两个花洒，中央花洒以及墙上的花洒。然后这里呢就是马桶，我们还是再回到客厅厨房看一下，这里就是一个非常开放式的一个空间了，大开间了，全部在一起，餐厅的位置。两面有窗，厨房，大的厚的这个大理石的台面，花纹也是比较现代的，301不锈钢水槽，它这个上下柜子是两种颜色，上面是白的，下面是藏青色的。冰箱，这个冰箱有点小，他可以买个两门的，他买他这边是单门的一个冰箱。柜子，这个厉害了，上下烤箱，两个烤箱哎。那它的微波炉在哪里？哦，微波炉在这边。灶台，通用的微波炉在这边，很厉害。这里墙上的很多的插座可以放很多各种家用小电器，这边完全是操作台面是够的，有窗，采光好。食物储藏间。啊，我们还是再回到一楼这边，餐厅出去有一个大的露台，外面有院子，去看一下。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客房，客房的大小，出来看一下，看看这个露台够大吧？哇，这是干嘛的呀？做了一个拱门，对面有一只大的狗狗，哟，我看到你了，它在朝我看，看到，大家看一下，金毛。Woman, did you see a big dog right there? You didn't see. 你看到吗 ？Right there, you see?There's another dog. I don't see. 向日葵的花，又把它这个门关一下。这个露台可以啊，比较舒服。我们去院子详细看一下。You are too short. 哎呦，这里种了一些什么树啊？由于它是2019年的房子，所以后院还算打理的非常不错了。有区域的话非常的区分啊，有种花的，然后这里呢有个水泥地，这里其实可以弄一个篮球架，打打篮球，水泥地，它这边应该是种了些果树吧，这个是什么树的叶子不太懂，是个桃子还是什么，看这里，这都是植物，各种各样的植物，还是说蔬菜啊，各种树，各种植物，很漂亮，是吧？大的这样，这里完全是可以做一个篮球架，然后花园的面积够大，养狗是非常舒服的，小孩子的滑滑梯非常不错吧？这种滑滑梯都是 building 的，卖家他是不会带走的，所以呢，都是送给以后的买家的。这里是小孩玩 sand， 玩沙子的沙坑，以及 building 的。Jumping house， 哦，这是樱桃吗 ？Cherry， 还是给鸟吃的樱桃 ？Building 的这个 jumping house 啊，跳跳床，很多的各种各样的树植被，这就是一个非常的大气的一套大平层。What？ 哦 ，Go jumping， 哎 ，Be careful，OK？、Okay?I go back inside take video, okay? 非常的大气，面宽非常宽的一套房子以及大院子，100万，
100万在我们犹他州就可以买到这样一套非常新的室内面积够大的房间数够多院子够大的房子了，而且地税够便宜。进去看一下里面的客房，它主卧跟客房离得非常远，客房就在厨房的旁边，这里是两间客房的位置。左手边哦，它其实是两个客房共享一个卫生间。哇，这个床我一直想给我儿子买一个这样的床，他特别喜欢哎，汽车的一个床，客房也够大，里面卫生间、马桶、淋浴缸都有窗，采光很好。里面呢，这个门又可以通往另一个卧室 ，Jack and Jill 的形式，非常非常的好。这就是两个房间共享一个卫生间。我去地下室看一下，一楼三个房间，看一下地下室的构造。Play， 这个墙上做的还是很不错，很可爱。好，下来以后左手边就是个大的厅，哇，这个还是蛮，地下室的面积够大哦，够大，非常大的一个厅。然后呢，看一下这里，这个小孩坐的躲猫猫的地方，角色扮演，它其实是楼梯下的一个储藏间。然后墙上呢是投影仪，这些应该都是留着的，以后给未来的买家看电影的地方。然后这旁边呢有一个大的卧室，我天哪，这个卧室也太大了吧，太大了，哇塞。然后这里呢是布鲁斯的衣帽间，很漂亮。这个卧室出来对面呢就是一个 full bathroom 全卫生间。这套房子做了很多很多的升级，包含这个地下室给完工啊，就要花很多的钱。这因为它面积大嘛，所以你地下室这样弄一下的，估计一下，至少我觉得七八万吧，再加上房子的升级，它这套至少十几万的一个。哦，未来的卫生间啊 ，future bathroom。这是可以做一个 full bathroom 全卫生间，这是又是个卫生间。然后这里呢右手边是个机房，这个机房也太大了，以及储藏间，机房加储物间。然后这边看一下，这里又有两个房间，左手边一个房间也是 walking closet， 采光很好吧，它灯开的，我给它灯关一下给大家看一下，采光还是依旧好，对吧，这面窗朝南的，所以它采光开不开灯白天都一样。然后这里呢朝西的又是一个房间，这个房间是干嘛的呀，这是一个简易的小厨房，下面有给你已经弄好了这个电磁炉、烤箱，以后的厨房啊做面包的地方，非常不错。嗯OK， 下面就是三房一全卫。这套房子啊，再给大家看一下，这院子后面是风景无阻挡的啊，看到吗？那边绿树啊，一些草啊，这后面是现在来说是不会有开发商来盖房子的，所以它这套房子隐私特别好，完全是风景没有阻挡，非常的漂亮的一套房子啊。然后看到这个山脉。看到吧，犹他州山脉冬天很漂亮，下雪全部是个雪山。然后呢你看这个邻居的这个院子做得很漂亮，对吧，感觉好像更规整一点啊，布局的更加舒服一点，也是大院子。他这边的院子都是至少0.3个英亩以上的大院子，都是非常大的院子。他这边呢就感觉有点怎么说呢，特别是这一块东一块西一块的，有点那种乱，是吧，有点乱，但是这个后期可以都自己给他再完善一下。以上就是今天的视频内容，那今天这样一套面宽非常宽的
Rambler 一层楼加地下的房子你还满意吗？不管从户型来说，它的占地大小来说，它里面的装修风格来说，你喜欢吗？如果你还不够满意的话呢，那请与我联系告诉我，我呢帮你找到，一定会帮你找到您喜欢中意的房子，不管任何价位，自住房也好，投资房也好，或者卖房子需求也好，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下期见，拜拜。